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去看一下。过来。摩托车。打开它。我。Alice。我。That's my baby。想死他了。不是，你从哪儿弄的？你妈那儿啊。你太厉害了，你还改装了？对啊，我拜他正哥弄的。这样你就可以快乐的骑车做你想做的事儿了。谢谢你。开不开心？嗯。幸不幸福？嗯。那你亲我一口。赛车小王子终于重获新生，重获自由了。低调，低调。比赛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去跟你交大旗。我来当啦啦队，我也，我也。哎，缅北四十都愁眉苦脸，到嘉兴这儿倒成了件喜事了啊！顾少就是顾少，我们是不是得去庆祝一下、啊？对，哎，是。哎，晚上我请大家吃饭。好。那我们今天是沾了赵总家属的光啊！可不嘛，过了今晚我就只剩一个身份了。什么情况？赵总家属。哎，恭喜你！谢谢。赶紧帮忙收拾吧。帮忙收拾呀！收拾收拾收拾。来，赶紧收拾，赶紧吃饭。哎，大家都酒足饭饱了吧？我们玩个游戏吧。玩什么游戏啊？玩什么游戏？真心话大冒险，输的人干一杯白酒。好了，好了，倒那么多，好吧，来，清牌游戏开始，转屏环节。哦，来吧，真心话吧，真心话，嗯，你跟赵总，谁先说谁喜欢谁的？哎呀，这还用问吗？应该是。你喝醉那次，我就是个爱无能，我不会谈恋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一个人。是我第一次看见你难受，当时我就特别想保护你。哎呀！看来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小姨妈呢？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嘉兴的呀？什么时候呀？现实与想象偏差太大。请你以后多多了解你的下属。我又没输，我干嘛说呀？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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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嘉欣，我们赵总以后就托付给你了啊，对他好点儿。放心，那行呗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小姨妈，要幸福哦。放心，有我照顾他，他怎么可能？